慢慢麻烦。细心呵护只为了凸显肌肉的天生丽质，赤裸裸光秃秃的海南鸡呢马上出炉了，不调味也不加工，就是要保留真情真性。这个鸡油呢一点一滴也不可以浪费的，对不 对？黄油光泽是米饭的调味灵魂。为什么还有大辣椒酱跟小辣椒酱啊？滚烫的鸡汤最能够释放辣椒全身的热情。哎呀，这个太小了。美食不外乎人情，阿行人情味，真爱难求白斩鸡。